子龙将军来了，主公已在居延等候。徐州准备未全，粮食很吃紧，一速进兵面见陶使军商议。云长且领军于此协助准备，我与三弟子齐齐突进，杀进一下皮城去。欧宇威还在此为援，大哥请放心去。 Thank you.
可恶！卑鄙从何处学来此等骁勇小将？形势不妙，速速撤退！丧家之犬还在这儿殷殷狂吠，快滚吧！
楚狂徒，哪里去？此人乃是曹军大将夏侯惇。翼德，且住子龙。玄德，旧日我主也曾助你，如何与我家主公为敌？日后见曹公，备自有分解。今日前来，只为解救徐州无辜百姓。哼，母亲治理无方，纵容盗匪杀害曹公老父。曹公有令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不进徐州，鸡犬不留。姑且暂退，来日必踏平徐州。好，好，刘使君来也，快开城门。使君不辞慰劳，不嫌疏远，来救我徐州，此大恩大德，老朽虽死难忘啊！使君言重了，天下皆知陶使君忠厚诚实，今因小人作祟而遭横祸，正义之事孰能闻而不救？今有孔北海、田青州一同到此。更有赖公孙伯归借兵于我，才得来此为使君解难。唉，久闻玄德仁义，今日所见不虚也。此地不宜待客之道，玄德可随我一至府邸畅谈。
印血来。啊，某这边去。使君这是何意？见天下扰乱，王纲不振，玄德公乃汉室宗亲，正以立符社稷。使君救得徐州，老朽年迈无能，登字写表文，深奏朝廷，情愿将徐州相让与君。玄德切勿推辞。不可，不可。刘备虽是汉朝苗裔，然功德微薄，唯一郡令有恐不足，又有何能任一州之牧？我今为大义，欲救满城百姓而来，使君却莫非以我有趁机吞并之心。若有此念，备皇天不佑。非也，此诚为老夫之实情，玄德切勿疑虑。备一时无此心，趁人之危弃君子所为，且天下人亦将耻笑，备再无面目立世间矣。今兵临城下，既然玄德公执意不肯，且先商议退敌之策，待事平之日再来议论不迟。也好，也好，不知玄德可有退敌之策？备与曹操旧日相识，且容我魏书于曹，劝令解和。若彼不从，备自与云长、翼德、子龙率军与之厮杀。如何退败？某与张飞交手，奈何另有一员勇将加攻，某虽奋力厮杀，却难敌四手，请主公责罚。另一员勇将可是关云长？非也，关云长赤面长髯，我却认得。这员勇将少年英俊，枪法不俗，此前却从未见过。刘备又从何处得来此等英雄人物？禀告主公，徐州有使者携刘玄德之书到来。哦，呈上来。天经地义，如果是他没了父亲，不配何许人也，不练就温则可，乃敢以书去了。他既要阻我，便连他一并收拾，传令三军即刻攻城。明公不可，刘备远道而来，锐气正盛，且有田楷、孔融侧翼为助，更兼关张之勇，未可轻敌。敌既来书，不妨先礼后兵，用好言打止，以慢其心，然后乘其不备，先破其助力，诚可破也。奉孝之计大善。传令，缓留来使，待我作书回复。是，禀告主公，吕布已袭破兖州，
进去濮阳，只有真城东阿范县三处由文若先生、仲德先生设计守权，曹仁将军屡战皆不能取胜，特来告急。兖州是我根本，若兖州有失，无家可归矣。徐州乃险界小吉，随时可图。吕布虽是一悍勇匹夫，但有陈宫等人为辅，若得根据，是虎生爪牙也，不可不急图之。明公不若就此卖元清与刘备，退军去救兖州。
回军，有书作答。玄德公权且上座，老朽尚有一事相托，玄德万勿推辞。使君有何疑难，但讲不妨。唉，老朽年迈，二子皆是劣质无才，不堪国家重任。玄德公既是汉室帝胄，仁德播于天下，又才具非凡，定堪大任。陶谦情愿弃闲养病，将徐州托付于公。此事备已辞过，万万不可。使君若真欲告老，何不表奏朝廷，但有司选贤任能。董卓虽死，李傕、郭汜仍占据朝堂。若上表朝廷，徐州定沦为董贼余党争夺之物也。当今汉室凌迟，海宇颠覆，中枢危乱，不能任贤。而公乃宗亲，正宜立扶江山。徐州殷富，户口百万，其苍生皆盼与我。以玄德公之仁德才能，定可造福芸芸百姓。使君难道真就无异于此吗？此事绝不敢应命，既不可待朝廷之使。寿春就在不远，元公路四世三公，海内盛名，何不以徐州之事托于袁术？虚名而已，其人至交无谋，不恤百姓，早晚为他人所败，绝非善选。玄德若舍我而去，老朽死不瞑目矣。哎，又不是我等强要陶公周郡，他既好意相让，大哥何必苦苦推辞？陶公盛情殷殷，兄姐全领周氏，待朝廷清平之时，再论张典不迟啊。汝等欲陷我于不义乎？如玄德必不肯从，此间进义，名曰小沛，足可屯军。曹操虽退，未知虚实，
就请玄德暂且驻军此役，以保徐州，如何？哎，既如此，备只得从命。徐州之事，陶使君且另择贤能，备不可不义。前方便是小沛，但城内民居似已被山匪占据。竟有此等事，城中百姓可安否？我等只在郊外找到几户百姓，本是小沛城内居民，后被山匪驱逐，只好在郊外暂居。使君，云愿先往城内清剿山匪。善，那山匪便交由子龙处置。二弟、三弟，与我去收拢百姓，待子龙将城中匪患剿除，再与百姓同往小沛。Thank you.
云兄，你怎在此处？我为剿匪而来，阿娟与华前辈又怎会在此匪窝之中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自离乡之后，我与先生四处游历，也整治不少难政重症。月前我们途经此处，有人上门求医，言及其地重病难愈，听闻附近百姓皆赞先生圣手。 来求先生救命。我见他言辞恳切，声泪俱下，真情不似作文，便与先生随他来到此处。谁知其地重病不假，可此人却靠欺压劫掠百姓来搜刮粮食药材。我与先生发现，此人乃是山匪。 山匪故恶，其地又何故？当时这孩子病情危急，不如我与先生一去，恐怕就性命难保。我与先生便留下为他诊治，只想待他痊愈便离去。好在那山匪除却他病后，也不打扰。
妃已被我清剿，不日刘使君将召回小沛百姓，阿娟与华将领也可多休息几日。报，将军，我等发现有一伙山匪趁乱逃走，往南边去了。可有去打探？我等去探查时，见南面有一处军营据点，想来山匪是站住了。负隅顽抗吧，如可去报知使君，小沛贼人已被清除，那只难逃贼众，我自去灭之。是。阿娟，军务紧急，我先去了，容后再叙。啊，连兄，军务要紧，你先去忙吧，不妨事，我与先生还要为着孩子继续诊治。
长远啊。救命啊，将军饶命啊。汝等助纣为虐，危害乡里，若我饶过汝等，如何对得起小沛百姓？将军，若非我家乡遭擒，我无处可去，也不会上山为匪啊。我几人皆是为一口能活命的饭吃才跟随吴老大，断不敢做些危害乡民的祸事啊。这几名山匪衣着朴素，面黄肌瘦，确实有些不妥。当真？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自身，阿娟，请放心，唯身体康健，可由人自图。阿娟七日之内，我可不计一心。正是，云兄此后也仍要牢记他。Thank you.
小沛所见山贼皆已除之，也招降了些愿意从良之人加入行伍。子龙做事稳妥，我自放心。我还要去探望百姓是否安顿好，子龙就不必随我去了。那边树下还有人在等子龙。那边是女公子。子龙，日久不见，一切可好？可有伤着哪里？女公子，女公子放心，云素来谨慎，一切安好。女公子如何在此？将军应允你过来了。我央了父亲许久，借着徐州战事已定，带回军马的由头来此探望叔父与子龙。父亲拗不过我，便与我实现，允了此行。昨日有探马自易经报信而来，捎来一封家书，想来是你家中亲长送来的。是兄嫂来信报喜，家中喜添一丁，唤我回家吃喜酒。竟是此等喜事，那阿贵先恭喜子龙了。这等喜事，云定然要回乡亲向兄嫂道贺，我这便去向史君告假辞行。我记得子龙家在真定县，我鲜少踏足幽州之外，素来听闻冀州风景秀美，不知此行可否与君同去？自然，若女公子到访，想来兄嫂也会十分欣喜。然冀州如今乃援军地界，我一人潜入则可，总不能率一从军士大举侵入。前女公子乃公孙将军爱女，袁绍又与公孙将军交恶，屡此险地，将军岂不怒责于我？一从交由副将带回易经便可，左右徐州之事已了，此地无需用我。父亲若要责备，我自会向父亲言明。至于公孙将军爱女，公孙越之事与阿贵何干？君若即归，这便向刘使君辞行吧。子龙阿贵来此可有要事？云来向使君辞行。哎，可是我兄弟有所不周，子龙何故这便离去？可是伯归兄有诏。非也，这段时日云蒙三位将军厚待，也敬服三位为人，蠢欲再跟从左右，扶危济困。然家中兄长来信，正是嫂嫂有喜，云欲返回故里庆贺兄嫂之喜。啊，原是一桩喜事，那我等也恭喜子龙兄嫂了。好，我等自然不会阻拦，不知子龙此去何时归来？短则一月，多则数月。只是徐州之事已了，归来时会有公孙将军命令，便须早日归去易经。哎，自见子龙方知天下少年英才，胸有远志，心系苍生，若天下人人能如子龙，何愁汉室不兴？本欲长久相交，奈何世事不允，可汗，可汗！被穷惑半生，无甚物可赠子龙，唯有一言相告。世人立大志，守德行者慎重，只可惜大多不能始终如一，一朝有为变成虚伪，子龙切以为戒。使君仁德，云亦深感厚意。公所教者，云铭记在心，此去终不被得已。
我等五人行事难免有所粗疏，贤侄女心思细腻，既与子龙同行，也好多加看顾。叔父放心，阿贵定会看好子龙。告辞了。告辞。使君，关将军，翼德兄，各位多保重。